傅慎行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那你帮我擦擦身体。行，你等着。傅神霄，你不是没有力气吗？傅神行，你个大骗子！傅神行，我看你不仅没事儿，这力气还……暖暖，昨天晚上还买一个。不满意、啊？傅神行，怪不得那天晚上你没有回家，怪不得你连一条消息都没有发给我，原来是和杜如萍在一起。我还是错信了。小暖，你怎么？傅神行，我去找你的那天晚上，你在哪？那天有个酒会，导演带我一起去，我喝多了，然后沈娟给我开了一间房。是这间酒店吗？傅神行，我真希望我从未喜欢过。暖暖，胡哥，杜如萍利用错位拍摄，让人误会你跟他一起进了酒店。现在这条爆料已经占据了各大平台热搜，风评急剧下降。杜如萍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胡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既然敢这么做，那就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复。他要是敢伤害暖暖，我就让他千倍百倍的偿还。孙娟，派人把暖暖接回来。杜如萍那边，我先回去。好。慎行哥哥，你居然会主动找我呀！果然，男人最重要的还是面子。你以为发布这些照片就能达到目的？就算我们不在一起，你和陆温暖也不可能。陆家。怎么会允许一个劣迹斑斑的男艺人跟他们的宝贝女儿在一起？是吗？不然你看，这热搜都挂了这么久了，陆家人怎么一点行动都没有？这说明陆温暖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有你，不然他怎么会不帮你撤掉热搜呢？你现在选择跟我在一起，立刻帮你澄清，让你挽回颜面。你呢？还是你的母亲？我们依旧是万众瞩目的荧幕情侣。等着，我可不。那我等你的消息，希望你别再让我失望。沈娟，动手。你这是绑架，这是犯罪！沈娟，我劝你立刻把我放了，否则沈天哥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嫂子，你放心，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儿，我哥绝对找不到你。可贤，谢谢你。是，嫂子。
网上这些人不明真相，骂得更狠了，还把你的照片给贴出来了。哎呀，嫂子，你还是别看了，这些人根本就不懂。没关系，你习惯了。傅神香，这么久了，你居然都没有说一句话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再也不会信你。嫂子，这几天你就住在我这儿，我哥那个负心汉就该好好冷落他一下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也不知道出来澄清了。看来在他心里，杜如萍不可能。我那天把杜如萍带回家了，我哥直接给我骂了一顿，我都快哭了，他还不放过我。算了，我已经准备离婚协议了。完了完了，我的好嫂子要没了。哥，你怎么还不接电话呀？是吗？沈娟哥哥，沈娟图谋不轨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呀！不是沈娟，是我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是我让沈娟把你带到这儿。把你所做的一切都交代出来，我不介意给你留下。傅盛行，他从你进娱乐圈开始，我就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可是你转头却娶了陆温暖那个死胖子。暖暖就算变回以前的样子，我也依旧会信。暖暖就算变回以前的样子，我也依旧会信。你说的可真神奇，以前还不是嫌弃他，不信任他吗？他也不用跟他废话，我再拿证据。看看你做的龌龊事。陆如萍，你给导演都交代了，你以为靠潜规则上位，别人会不知道？都是你和陆温暖逼我的，你们合起伙来针对我。那是你咎由自取，要不是你针对暖暖，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反正现在证据也没了，你还要再问？不是，你真当我们没有悲愤吗？把你做的事儿啊都交代出来，否则你不仅做不了明星，还会被人唾弃，身败名裂。沈行哥哥，你看在我这么多年一直陪着你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我保证，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针对陆温暖了，好吧？完了！要不是你真功吃此，派人想要杀死暖暖，那车速那么快，万一找到暖暖，那是陆温暖才该死。晚了，真功至此，派人想要杀死暖暖，那车速那么快，万一撞到暖暖，那是暖暖才该死。我没做错。把这些照片都发到网上去。我沈娘哥哥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那就从你冒充暖暖充当我恩人的时候开始，一件件一桩桩的全部吐出。给我拟一份离婚协议。老婆都快没了，你到底在哪儿呀？接电话，你快接电话呀！嫂子，出大事！我哥把杜如萍给绑架了，正让他认罪呢。我哥这一招也太狠了吧！傅沈行，居然……嫂子，你先别着急离婚，等等再说也不迟嘛。那就从你冒充暖暖充当我恩人的时候开始，一件件一桩桩的全部吐出。傅盛行，打从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。我对你说我跟陆氏集团有关系，你就以为那些好都是我做的。正好
我可以利用这个来靠近你。反正陆恩暖他也没有承认。所以，婚礼的戏不是你发出的，为的就是让我们身败名裂。没错，是。那天我去你们家，正好可以嫁祸给陆恩，谁知道，那就行。陆山，是我对不起。我是不想我们之间的感情掺杂其他的事，也是为了保护。你说的可真深情呀，父亲。少废话，继续说。所以，你们封杀我，想去就他那么胖，那么油腻，你知道我有多恶心吗？你知道我有多恶心？他动我一下，我都想吐。这些都是拜你们所赐。所以，你就放任开了。但是误会难在出的照片时，是我。可惜，新闻被你撤下来了。但如果你想要我交出澄清视频，我告诉你，你做梦。视频我是不会给你。陆某他活该被人唾弃。所以。你又找人撞死暖暖了。我看见你们两个纠缠，傅盛行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暖暖他该死，不过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在一起。暖暖他不信。再说，我们酒店的机密照片拍得那么清楚，我得感谢你。是你。帮助我们了。忘了告诉你，我们一直在现场直播。杜如萍，这些都是你亲自承认的。现在网络上都知道你是什么德行。傅申翔，你好狠的心！你为了陆温暖，你不惜毁掉我。陆温暖这辈子都不会在一起。要让你失望了。傅哥和嫂子一定会长长久久的。拖出去！沈翔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陈局，暖暖还没找到吗？哦，傅哥，我让周围所有人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找到。各位，你们见到过我老婆吗？啊。如果见到了，请立马告诉我。我重金打醒暖暖，你在看吗？如果你在看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并不是因为你对我的恩情，而是我爱你这个人。老婆，回家吧。原来他竟然做了这么多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，故意瞒着我，也是想保护我啊。嫂子。我哥也太浪漫了吧！看来你之前误会我哥了。这个杜如萍才是坏女人，她做这些事儿就应该被抓起来。我哥不仅澄清了绯闻，还高调示爱喽。暖暖，你在看吗？哎呀，嫂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我哥呀！喂，哥，嫂子刚从我这儿出去，你快去接她。林总，别动，你朋友来找傅盛行，就是那个和我有婚宴呀。反正他知道就是我老公，就当我提前给我老公准备的礼物。没办，我要捧一个人，我要亲眼看他当上影帝。我果然没有看破他。之前结婚仓促，一直没有提求婚，这一次我给你，以后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会答应你。不答应你还能怎么办啊？我都已经是你老婆了。暖暖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弄丢你。那我还是再胖回去。
哎，老铁们，想看顾影帝在线追妻的，把一扣起来啊！油腻哪油腻了？来，扣一扣一啊！Baby, baby, baby boy, love is true.